总统府证实讲，前副总统陈建仁会接任新的行政院长。再去这副总统赖清德去嘉义发福地啊，是对此无回应。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鼎是表示祝福，严格强调会严格监督。来到嘉义县水上乡考得是分福地，过年初五，赖清德行程满满，一路为嘉义分甲彰化，第一站庙方就祝伊步步高升到总统大位。不过伊干那微微啊笑，无讲啥物。燕科七点中间的猫时，就是日头要飞起来的时阵。前副总统陈建仁将要接下行政院长。总统府证实，25号下晡，总统已经甲赖清德讲这件代志，不过再是伊被问到，也是无回应。蔡总统争取内阁人选，有先跟你讨论吗？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这边啊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嘛，伫个年初五来到台南分发财金，被问到陈建仁要做行政院长的代志，伊讲祝福。上来认真做，我们做在野党会严格监督嘛，三个月后再看成绩怎么样嘛。在这个现阶段不必给太多的揣测。伊讲陈建仁还袂就任，无法度评论，预计要两个月到三个月才能看出好歹。不过在野党一定会严格来监督，嘛希望因就任了后会当认真做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、嘉义台南报道。